你把这两件事情串在一起，他来了，记得去鬼门关走一遭。林天山出过事情，松雪楼出过事情，所以假设我去鬼门关封的话，下一个是鬼门关，是你。大家好，我是王狗。就在前不知道几百步的时候呢，我遇到了一个神秘的女子小林。当时呢，她把我丢在一个她说有小女孩的竹林里，人就消失不见了。虽然后来我持续的密她，一直密，始终都没有回应。原本呢，我心想八成是恶作剧吧。但是听到这么多网购们说想要看下集，我就用力的把所有仅存的证据串联在一起，脑洞大开一下，看看可不可以研究到什么特殊的线索。结果呢，最后还真的被我研究出来一个蛮神奇的结果，让我为大家娓娓的道来。在讯息的结尾呢，小林有提到，记得去大庙走走，如果解不开的话，记得去鬼门关走一遭，那里是他的家。那时候呢，我上网查了一下，鬼门关分别在两个位置，广西北流跟重庆，但是广西北流的已经改名为叫天门关，所以我就把目标锁定在重庆鬼门关的丰都鬼城。那有看我 IG 的都知道呢，我确实到了重庆一趟。本来以为这件事可以到那边就此结束，但是那里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就是一个观光区，甚至他那里入场还有门票，所以呢这一趟我等于无功而返。然而回台后，我进度一筹莫展。正当我在想要怎么办的时候，我意外翻到了当时截图小林的个人档案，看到了他的简介：期待五年祭。哎，五年祭，我就在想，这不是台湾族的祭典吗？你可以看到维基百科上面人祭往下滑有一个参见出草，点进去滑到下面可以见到台湾族五年祭，族人会围成一圈，并手持长竹竿，一直往上猛刺被抛在空中的头颅，后来才被禁止改为藤球取代。大家有看到关键字吗？竹竿，没错。当时他把我带去的地方正是竹林。是不是这样？不对，你以为我要说的是他想要用竹子把我的头当成藤球刺来刺去就结束了吗？不，没有那么简单。五年祭，他参加者需要一大群，凭他一个人没有办法进行，甚至是把我处理掉也没有那么容易。而且现今五年祭也变成一个很单纯的传统活动。如果他真的要对我干嘛的话，我想啊，也是下蛊或者是法术之类的。所以呢，我跑去询问了很多人，有没有什么关于竹林的法术或者是蛊咒。结果最后我从符咒师那里得到了一个唯一的答案：青竹符法。青竹符是台湾民间很厉害的一个驱邪法器，台湾知名的送肉粽仪式也会见到它的身影。反言之，若是在那个地方看到青竹符，代表此地成为吉阴之地。送肉粽上吊自杀所以小林口中一直提到的那个他，会不会就是在那个竹林上吊的？我觉得你的这个想法不错，但是这一点我不能跟你保证。不过呢，我觉得现场应该会有线索的，所以白天的时候我有回去那个地方探看了一下。小林的味道。但是你看，那里除了坟墓之外，什么都没有发现。我知道，那个坟墓里面会不会就是埋那个小女孩？我觉得你这个想法不错，蛮有创意的。不过你看，这里小林又说，记得去鬼门关走一遭，那里是他的家。你来看看，这个是我后来找到的线索。是。在重庆失败以后，我又跑去搜寻了有关于鬼门关的资讯，因为发现花莲也有一个名称相近的山峰，叫做鬼门关峰。那如果依照小林最后说的，去鬼门关走一遭，那里是他的家。鬼门关峰是一个山区，他所说的他指的是一位小女孩，没错。你有想到什么吗？不需要。很接近了，但他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台湾的山区最著名的事件是什么？奇来山的山难啊。差一点，最近有被拍成电影的那个。
红衣小女孩。没错，聪明。来看看这则红衣小女孩最著名的新闻。日前呢，有一位阿嬷被红衣小女孩牵走，最后获救时在林田山的山内，一共失踪了5天。这个真的超可怕的。但是更可怕的要来。我们把小林的个人简介跟这些新闻，还有刚刚的亲祖父比对一下。首先，小林的简介打说，期待5年级。再来，亲祖父多以五色布包上，是外五营最多配置的一种，一营一支，五支共制，代表七色五营。然而，红衣小女孩事件，阿嬷在林田山刚好一共失踪了5天许后，种种的证据都指向5这个数字。我觉得没道理啊，搞不好只是巧合，而且这也不能代表什么。你怎么也不说他照片里面的瞎子刚好有5只？不，这代表了很多含义。我开 Google 卫星给你看。我们先来搜寻红衣小女孩所住的鬼门关峰，再加上阿嬷失踪的地点林田山，我们两个一起搜寻，连在一起看。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像是5的形状？所以呢，我觉得这个 S 跟5差那么多，你会太正常了。没错，我问你 ，S 跟5，他们两个字之间差在哪里？就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你仔细看，他们左边线条的地方，一个是曲线的，一个是直的。所以呢？所以这就是令我最毛骨悚然的地方。鬼门关峰往下的地方，刚好就知道奇来山清大五人失踪案的关键地点松雪楼。有注意到恐怖的地方了吗？啊！清大失踪案刚好是5个人。而且不止这样，如果你再把松雪楼也加进去，3个连成一线的话，刚好就是一个真正的5了。那代表可以说明什么？你把这2件事情串在一起，他来了，记得去鬼门关走一遭。林天山出过事情，松雪楼出过事情，所以假设我去鬼门关峰的话，下一个是鬼门关，是你。没想到当时其实还真的有点毛。以上就是我当时整个晚上推敲出来的过程啦，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错误，或者是说脑洞真的太开了，也请你们都可以谅解一下，因为资讯真的很少啊，我只能依照我脑袋微薄的知识量去推敲出来这些结果。希望我们大家最后可以一起把它推敲出来，当然啦，前提是它不是恶作剧。不过我最后还是想不通，他叫我去鬼门关走一遭，是指鬼门关山峰吗？又是要我去鬼门关山峰的哪里呢？跟五这个字又有没有什么关联呢？这个问题我到现在还是没有解出来。不过只要一有新的线索，我就尽力的去推敲，哪怕只有一点点的可能性，只为了希望我们有一天可以到那个所谓的他住的地方看看。OK，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啦。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可以帮我订阅、分享、喜欢，记得我是王狗，我们下次见，拜。没有听到吗？我去看一下，是这个厕所吗？没有，是我。来，搞到在这里。